我把这个红石榴倒进去，就秒变冰，信不信？不行。不信的话，因为这些都是我吃的，不要吃了。不行、啊。看啊、哦。来，一二三。哇，神奇不？看到没有？你不是不信吗？哇，太过瘾了！来，再加点冰啊、哦。哦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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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宝宝们，今天晚上婷姐呢终于解封了啊，八点等你们，么么哒啊！老，今天晚上老劲爆了啊！好，赶紧吃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八点等你们福利。今天我用可乐看能不能那个点头发成冰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想也不敢想。很多人说买一台，我就想问你，如果你家里做饭的时候，然后你爸爸妈妈那个头发掉一两根下去，难道你把一整锅饭全部都倒了呀？小时候土都吃下去，别说这个，沉默。冒青烟。还是用这个敲吧，哎呀妈，哎呀妈呀，不成功呢，嘿，哎呦我去，我给你以毒攻毒，看你变没变，成冰了，成冰了，成冰了，啊哈哈哈，成冰了，我这个必须成功，我不要看它。我不用看，他都能成功。哎呦，就是这么有自信啊！必须要有自信啊！来，宝宝们看好了哦。来，你说能成功吗？能是吧？借你吉言啊！一二三，你的头发成功了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的头发，别动！走！别动，看到没有，就这么厉害啊，就这么厉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漂亮啊，来继续来，哎不行了，你给我吐出来啊，那个感冒不能吃，今天我一定要点水成冰啊，不成功不要上机，从此以后不拍了啊、哦！来，一二三，给点面子。嘿，嘿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嘿，看看看，真的成功了。山鸡六六六，还能吃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味道？你们来说吧，你们来品尝吧。八点开播，送1500单福利啊！等你们来，么么哒。今晚我用这个滴水成冰，你信不信？能成功？不信呢？嗯。来，不信是不是？如果我成功了，这些都是我吃的啊、哦！今天晚上别吃啊、哦！你说的啊，你不是不信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哇！成功，我的！你真的是，我不能跟你玩了，真的是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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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然后去拿勺子去，快看，一朵蘑菇。你要是吧、八点等你们啊、哦、今天晚上八点不见不散，500单的大福利，168 9.9米的大套盒，说过后悔啊，把这个红石榴放进去看能不能变成冰，什么时候变成冰块我咋不知道呢，妈这太尴尬。
分似的，一点都不给面子。这边更好看。很多人说这两个杯子是我开美颜变成这样子，那你们说是开美颜还是自己，还是本来就这样子？我看哪个回答正确。嗯，好吃。哇，天哪！天哪，好看哦！妈呀，太好看了！变得变得神奇吗？给我把水倒一下点。哇，天哪！哇，太美了！哇哈哈哈哈！哎，没了。我怕煮熟了，那煮呢？生病了，不要变冰，不要变冰。然后老铁们看好了啊，大石头看能不能变冰啊。哇哈哈，变冰了。哎，好来了，看这边正面变冰了。你说你是干啥，你这小孩真的是气死我了都。你看现在冒烟了都，冒烟。好像不能吃，我咽甲下去看会不会有事啊。麻了。我感觉西瓜是成功不了。你这不怕凉吗？这能吃吗？
我要有麻麻的呢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啊。给你。有毒。你别动。我们能不能成功啊？已经彻底的被我扒坏了。一敲成饼啊，看今天敲一下能不能成功啊，我希望能成功。一
二四。看到没有？笑一下就成功了。哇，太厉害了。点石成兵。给个三击吗？太爽了！我这里今天30度，你们城市多少度？我现在啊，好爽爽！好久没有来个手点成冰啊，这个手指点进去看能不能成冰块啊。太掉链子了，来一次啊！嘿，哇哇哇哇哇，成冰了，成冰了，好冷好冷，太厉害了太厉害！这手放冰箱里面炖一下还是有效果的。用这个挖耳朵的耳钩啊，看能不能点水成饼啊。哇，成饼了，看没有？宝宝们，8点开播啊，马上开始了。今天呢，最后1000单我只送啊。全部白给。生气，真生气了。现在呢，随视频进我直播间，马上开始，8点开始啊。点水成饼啊。成饼了没有？没成饼啊！哎呦我去了！哎，嘿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成冰的，成冰的，才这么一点，今天用我这个大油头来看看点水成冰能不能成功啊！来，一二三。妈，这边已经成饼了，哇，成饼了，看到没有？太厉害了，这头发啊，真的是有电啊！你洗头了？没洗头啊？这洗头了，洗头了，你洗头了。我今天洗头了吗？洗了，你非要洗的？扯淡，我到现在还没洗呢。你们去剪头发，我到现在还没去剪。哎，成功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手出来，手出来太死了。你剪头发回来。真丑，这头发剪的，哎呦我的妈，还说带我去，宝宝们双击，看啊，来，不让他成名，非要成名，要让他成名，不成名。简直是太难了！这杯墨水，干杯啊！
开玩笑，不是啊。哇，宝宝们，活动马上开始了啊！双一的，现在随视频8点准时来我直播间，一米开秒啊！真是气人！本来想要点水成品，头发都准备好了，准备了一头蘑菇。宝宝们，今天晚上小号，我儿子在视频的下方叫大脸猫刘婷啊，苹果，然后那个号，来。今晚双十一决战啊，全部跑了，过了之后就要回来找我了，没有了。别喝，3G666，好了，不喝了，味道凉。宝宝们，通知一下啊，明天晚上8点，婷姐给你们提前过双一啊，白菜，白菜。啊，千万别错过。